巨型圣诞树又翻嚟西九文化区啦！今年仲有埋呢个冬日水上烟花汇演啊！嚟紧12月23号、24、25、26号四日都会有烟花汇演噶，每逢晚上嘅8点开始。我哋已经嚟到西九嘅停车场啦，估唔到仲有位啊！好意外啊，仲有33个位啊！我哋而家要先去霸个靓位先。海上面呢架应该就系放烟花嗰架船啦，我哋而家都算系前排啊。我首先 set 咗个架布喺度先。个架布先高吧。斯文啲。平啲。呢度有嘢食买，不过都好贵啊，烧卖一份都要38蚊啊！哇，经典汉堡，经典嘅价钱啊，120蚊一个包啊！仲有15分钟就开始啦，现场劲多人啦！我哋前面头先一望无际，而家已经全部都系人啦。仲有2分钟啊，我哋个地毡已经被人摧毁咗啦。大家就会向住圣诞村呢边嘅方向冲过嚟啊！弟弟，好腻啊！弟弟想锡佢。